大家好，我是蒙特利尔的房地产经纪，我是杨科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个我的新的房源。这套房子呢，是位于蒙特利尔市的修女岛的一个新建成的公寓，现在刚刚交房。这套房子呢，是我客户买的一个投资房，他现在正在放租，月租金是2300块钱一个月，它是两室两卫带一个车库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。如果大家想在蒙特利尔购房置业，可以扫描视频后方的二维码来添加我的微信和我联系，了解更多房产信息。谢谢。